就没有手出面了，手不好。你应该说你以前手外面就手不好了。对啊，所以现在更差，更不好。哦，手机。你拿几次吧，刀剑。好啊。这个一开始，这个版本副塔不会踩很难打、欸，那肯定啊被吃烂了。所以他们刚，你不觉得我们刚刚输的几把就是你们两个外面一直漏啊？我就看你们那个积木一直勾手，一直漏，一直漏，一直漏，两个人都踩不到，这防守习惯的问题而已啊。而且你超不会帮忙做移卡的，你永远都想要在旁边帮忙做进攻，不知道为啥。就是一直跟着山井就好了。同一组，看拳脚就知道同一组了。示范踩爆他。看这么多场吉木好想出，出了我们就被炸啦、啊，因为他们两个不太会守啊。应该说吉木本身就需要带拆拳的，但是像刀剑他的防守就很死，就是脑筋比较死的那一种。就是我可能盖一段，我就一直跳那一段，不太会去做一些心理的猜拳之类的。好吗？哎、欸，他会被骗呢、欸，他那个前凸都他妈乱跳的、欸。哎、啊，面相被拉到了。可以。你没有冒他？我想说，因为我背防比较难冒一点。没事。啊，你这个是？我错了 ，sorry。看这次一定跑比我快。喂，冒。哇靠！这一套，开了开了，爆他，还送一个能量。哎呀，这个补挽救了上一场。没有了，烂都是烂。你看这张遗卡，你看我有做什么吗？可是我就是贴在他旁边而已啊，然后就变空位了。你就一直做这件事情就好了。跳转，护盾再给我一次，再给我一次。那就，啊，怎么换一个位置而已，差那么多，我操！是说他这把也没这么准啊？他刚那个是狗干准的。但更不用讲，我拿小田板已经是炸对面长鹰的，炸烂的那种。拿小田，他肯定是会没板的。闹了，所以迪卡、啊，我打，那你就知道工具人位置有多重要了。对啊，我玩不好。哎呦，这个扑有料哎，七干，冒一，我想知道会撤移，我怎么没有你冒我，我补得到，我只要有加速我都补得到。你先再给我一。啊，好吵！有在吵。再来。Bang！ 你看篮板，那长鹰会有板吗？肯定抢不赢我啊！操，冒了。再加地板球的掌握，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人需要做的事情。冒了，啊干！他这一卡很有料哎、欸，他利用回线的那时候来不及出去。很有料，很有料。应该是我怎么会跑到篮下？应该是我的问题。对啊，你终于发现了，我是故意吹对面的，不想酸你。为什么三级会在那个？我怎么知道？
为什么三井寿会出现在那个位置啊？100趴！我靠腰！我的，因为我没有，应该说我没有，我忘记他有大招了，忘记他会开大了。哎、欸，这把工艺，工艺在你的大招之下完全没踩到。上一场太舒服了。No。骗跳他就敢，他就敢投，也是蛮勇敢的。位置好了。没有。No。对啊。有了 G， 哎呦，可以。不是啊，那个工具人你要做的事情，除了篮板球之外，你要掌握得了地板，你要掌握得了地板球，因为地板球才是球权的关键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爆屁呀！我操，来冒一个，就是你除了篮板球之外，你要掌握得了地板球，地板球是球权的关键。还有篮板球也是，基本上你拿到这两个东西就代表球权有转换了。可是你盖到火锅不见得会有那个。你看拿长音抢不赢我啊，就基本上。看到了。没盖到，看到了。没盖到。对对。没到。我盖快了。100趴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教学局？是不是？这样懂了吧？这样才叫盖烂吧？盖烂，就一人跳一拍照，对吧？有没有看到换了一个人玩小田之后？对面得分跟篮板球的掌握，跟地板球的掌握，这就不用说了吧？这就是差异性啊，这就是差异性啊。这样小田会玩的吗？我已经示范一次了。你可以玩小田了。我试一下。没有阿龟，阿龟是真的蛮强的。阿龟玩工具人是真的很强，他苦练出来的。钟声安，弘毅安，晚安晚安。道歉还是玩主打好了。